澳门的差吗？可能他不一定。今天人家说他说要拉早还是？没有，这也是真的。这也是真的。对，也是跟我一样。哦。他应该没他发。我们。对，一会儿。别说，除了毕业会，连年龄别把好感会人家也讲嘛的嘞。他说如果你说话变得可以哑巴的，回来家里也别讲一句了。不对的嘛的，那个如果大家那样的，现在就用。